还记得两年前改编自英国乡间传说惊悚深层冒险游戏《斯凯尔女士》吗？如今正式公布以此作为启发的精神续作《斯凯尔仪式》（Skyr Ritual）， 一改前一部作品惊悚深层的导向，《斯凯尔仪式》是一款能够最多四人合作的恐怖深层射击游戏。玩家要做的就是拿起武器，抵抗要不计代价摧毁玩家的怪物们。火拼中会随时掉落奇迹加成，让你可以强化射击、近战和治疗等等能力。虽然预告片看起来挺吓人的，不过这代有枪又可以组团。俗话说得好，恐惧来自于火力不足，只要装备够齐全，再猛的鬼都会被轰飞啊！